你要怎么从前面上仰，掌心朝上，到身高翻掌下按，向左后看，闭气，向后滑哈，啊，进来向左后看，然后回来吐气，上身，向右后看。 吐气，啊，回来了，吐气，上身，左后看一气，回来了，吐气，上身，右后看一气，两个肩膀宽，两个肩膀宽啊，啊，脚掌平整啊。 然后重心，啊，两手虎口朝上，按在膝盖的上方，稍微，啊，这个部位要吸气，吸，啊，然后重心交点左脚，同时向左后看，然后再向右后看。 然后回到中间，站住，啊，然后再吸吸哦，站起来就吸哈，吸啊，然后下蹲，啊，放肩，右后看，吐气，右前看，吐气，左后看，吐气，中间吸上，啊。 下蹲吸哈，走。